办法啊，去投篮吧，投篮吧。哇，都我想要扣篮，但是被戴维斯拦截。你又绝对不会容许这种事在他面前发生。哇哦，林志杰，这个地板球交给戴维斯，戴维斯闪过篮筐，也闪过防守球员。关键时刻，河谷洋将跳了出来，中华队84-80取得两分领先。林志杰现在高脚给他立正，阿里乌给掉了 Q 戴维斯。先把他的战力培养过来。中国传球，本场比赛的最漂亮一球出现，从中路的扣篮。哦，完全是看到整个碰碰在前面，他毫无畏惧的情况之下，直接挑战从碰碰头上给他灌下去。哇，小丁刚刚做一个 saving 的动作。